昌帝君因自闻广义结录卷上，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是西元2016年元旦，首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道业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新的一年第一天我们大家有这个因缘聚在此地，继续来学习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自闻广义结录，也是非常难得。那么过去在3年前这个时间呢我都是固定在新加坡就是12月29号这个到新加坡30号这个31号跨年都是在新加坡建宗协会做30系列后来这个没有再去了，所以今年我们这个因缘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因缘。这次从香港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之后就到怡寮，到常州再到此地跟大家来学习安世全书。那么我们回顾过去一年可以说很多灾难如果大家呢还没有忘记我记得这个2014年10月31号晚上凌晨12点到跨年1月1号2015年1月1号上海滩发生人踩人的事件根据新闻报道踩死了30几个人。那么这个事件的发生也震动了世界各地。这个第一天有了这个灾难我们在整个一年当中可以说世界各地天灾人祸频传去年底12月又是恐怖的攻击11月12月很多个国家地区恐怖攻击天灾人祸随之而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生长在一个恐惧不安的一个时代里面全世界的人类都感觉到没有安全感特别是恐怖战争它不定时不定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可能突然会发生这些恐怖攻击所以我们现在呢是生长在一个乱世里面那么佛法我们学佛的人也都知道
共业当中有别业，共当中有不共。这个在这个乱世，对我们学佛的人，对我们念佛的人好不好呢？实在讲啊，也是一个正上缘，让我们更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娑婆世界啊，真的是五浊恶世啊，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啊。我们念弥陀经啊，念到五浊恶世啊，在过去啊的时代念啊，感觉不太明显。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每一次做三十细念，念到五浊恶世啊，感受啊特别深刻。那么我们学佛，特别是念佛的同修，这个乱世啊，也帮助我们啊，发起愿离娑婆，愿生极乐这样的愿。让我们不会留恋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苦难这么多，极乐世界那么好，那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留恋的呢？留在这里啊，帮助不了自己，也帮助不了别人啊，只有在这里啊，造业受报啊，实在讲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新的一年啊，就是要加强我们的信念持名，持名念佛。那么信念持名啊，必定对我们这个世界啊，情况要认识清楚，对极乐世界的情况也要认识清楚。认识的越深入越清楚，你的信念之心啊，就会越增长。为什么我们信念生不起来，或者半信半疑啊，又想去极乐世界，又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原因啊，总是对这个世间因果报应之相，六道轮回这桩事情啊，认识不够啊。对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到底它的乐在哪里，也认识不够。那么这个讲的最详细的还是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他讲的是最详细的。极乐世界啊，讲的详细，娑婆世界也讲的详细。那么两个世界啊，这本经读了之后啊，你心中自然啊，很清楚很明显的做一个对比。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那么我们学习安世全书啊，安世全书四个部分啊，最后一个部分啊，就是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就是西归直子啊。昨天有同修给我讲啊，我们来讲往生经。那么这个安世先生，他为什么前面这三篇先讲这个六道轮回因果报应这些理论事实呢？就是要我们认识我们现在住在这个世界到底它的事实真相是怎么一回事。你认识清楚啊，你就会觉得啊，这个世界真的在这六道轮回啊，搞生死轮回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真的，那你就真的会很想发愿去西方了。如果你这个世界呢没认识清楚，你那个愿啊发的也是不会恳切的，又想去西方，又舍不得离开这里，那你说你去得了吗？比如现在你要移民到外国去，你又舍不得这里这个地方，那你能去得了吗？
肯定不能去了嘛。啊，你要生极乐，必定要放下娑婆世界。那么我们现在呢，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真放下了吗？现在阿弥陀来接我们，你要不要走？还是要等几年？哎呀，对不起，我阿弥陀，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办好哎。那慢慢办吧，六道轮回有的办了 啊，永远办不完，没完没了啊。啊，如果呢，我们发一个切愿啊，佛来马上走。啊，那这个毫无犹豫等待的啊，那这个愿就是真的。那我们发了假愿，佛当然也知道啊，我们自己都知道啦，我也知道啊，那何况佛呢？那佛的更清楚了嘛。啊，你不是真的要来，那我来了也没用，来了又把你吓坏了，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为什么要这个啊，这个安世贤主讲六道轮回因果，你看文昌帝君他讲一十七世为四代分，他讲的在周朝一直到晋朝，这个十七世的轮回转世，我们读了之后啊，你就说这个六道轮回真的太苦也太惨了，你就觉得毫无意义了。啊，那你才会想去西方嘛。啊，如果对这个世界认识不清楚啊，都会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走。啊，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明了的。所以我们今天啊是新的一年第一天啊，我们学习这个经啊，知道有天地鬼神，有六道轮回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这个这桩事情啊，不是说我们信了就有，不信它就没有啊。不管信不信呢、啊，它都是存在的啊。这个事实真相都是存在的啊。如果信就有，不信就没有。那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啊！我们大家都不信了，不都没生死了吗？我不相信没有生死，那我们生死就没有了，我们就不死了啊！你不相信有生死，你还是会死啊。那么死从哪里去，生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可不是很简单的啊！不是说你不相信那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啊要知道啊，所以我们你看这里今天讲这个极法银神，那就告诉我们有神啊，有鬼神啊，有天神有鬼神，天神比较高，鬼神啊是在轨道有福报的神，也有没有福报的神啊，所以这个种类也很多啊，就像我们人道一样，都是人啊，人有人做皇帝啊，有人做乞丐啊，那都是人啊，那这个当中差别很多啊，啊，层级也很多啊，个人福报大小不一样啊，寿命长短也不一样，生活的享受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做法会啊，这个请法师讲经，这是最吉祥的啊。这个去年元旦凌晨就是元旦了啊，就是交年的元。12月31号12点到12点01分就是2015年1月1号元旦啊，上海滩发生事情啊，那么这个让我们
汲取一个教训啊。在佛在人王经里面讲啊，人间没有乱，鬼神先乱啊。那么我们看去年这个事件啊，是不是人间乱了才会发生这个事件？那人间还没有乱啊，鬼道众生先乱，干扰到人间，人间就乱啊。这个人王护国经讲得非常详细啊。所以我们讲经呢，做法会呢，实在讲是安抚鬼神，鬼神安抚好了，他就不会去影响到人间啊。现在呢，给现在人讲这个了，大家说啊，那是迷信，没科学根据啊。那没有科学根据，那科学家能够解决现前这是世界的灾难吗？那天灾人祸，科学家能够解决吗？啊，它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啊，这个恐怖战争，科学家能解决吗？啊，我们看那个飞弹好像越打越多，啊，不是打没有了，好像越打越多。以前还没这么多，现在越来越多。这个都是不听佛的话呢，那真的是没完没了了，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无解，这个战争啊没有化解。啊，而且呢是越来越严重，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我们读了安世贤书，你再看在现在世界上发生那个事情，你就很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了。啊，你不读这个圣贤佛经，你听那个科学家的，你永远搞不懂。科学家只是发明那些机器啊，那些机器的操作你要向他请教啊。啊，但是这个机器啊，你善用也能利益人类啊，如果用在负面呢，也会损害人类啊，造成灾难。实在讲啊，现在的迷信科学啊，真的是敬老讲这句话是绝对不过分的。好，我们今天啊，接着来看这个《安世贤书》文昌帝君因志文广义节录卷上第十四页第三行。啊，即法引神。那么这个极啊，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电极啦、雷极啦，被雷打啊，那个极啊。罚就是处罚啊，淫神啊就是淫乱的神。我们看下面啊这段公案，帝君曰：“宜俱为诸山之王。”那这个时候呢，他做这个山王啊，在这个小字有注解，在周朝末年，在周朝末年，啊，这个前面啊，他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啊，这个他在洞庭君山啊，他当神呢 啊鬼神呢、啊、但是他这个神是比较胡暴的啊，在洞庭君山呢 啊他也没有上面呢，没有这个君王的一个限制啊，下面没有儿女这些亲情的牵累啊，可以说自由自在啊。那么他这个，因为鬼神啊，在佛经上讲，他有报德的五通啊，这五通能力比人类强，
比如天眼天耳这个他心宿命，这个神主，神主，神主就能变化归形。这个他五通比人类强，但是那个在六道的层次来讲，比人低。所以他游历这个洞庭君山，看到这个地方风景非常优美，就在那里停留下来。那么也就是喜欢那个地方了，就留在那个地方。后来呢，被上帝看到了你既然喜欢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归你管了，就在那边当这个诸山之王了，当这个王。那么这个时候是在周朝末年。那么当这个山王也就是山神，在华严经讲这个神众非常之多那这个山神是其中之一。凡所布山川所布就是他这个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区域这个山川水旱风凶妖祥功过皆得治之。那么这个山川因为水旱凶风妖祥功过，就是这边的一些小山神、土地神水神像这个地藏经讲的草木神苗架神这些都归他管。那么这个就像我们人间一个行政区域一样你在一个神当省长，那下面这些都归你管，这个区域这个地方归你管。那么阴间它也是跟人间一样有这个行政区域，所以他所管辖的山川水旱凶风妖祥功过皆得治之治就是管理他在管理那有功劳做善事的那记功，那有过罪过的要记过要处罚的就像我们人间这个当官的你犯错了那要给你处罚要给你革职的那如果你对社会有奉献有贡献，那么要奖赏升官。那么他管辖这个地方有一个山叫青离山青离山神这个神的名字叫高于生这个山神高于生月不明孙敌女越就喜欢了喜欢就是他管辖这个区域的居民孙敌的女儿那喜欢他呢就居其魂而乱之，就把他的灵魂居就是居部把他抓来了抓来淫乱那这个淫乱不是人，是被神抓去淫乱人被神抓他的灵魂去淫乱。下面呢，这个小字是周安世居士给我们注解：可以居其魂而乱之，亦可居其魂而罪之矣。然则所谓错烧装模充模却无所思之说，岂非儿童之见？这个儿童之见这个周安世居士讲的因为当时就是很多人不相信有六道轮回有鬼神这个说法他不相信。
啊，因此他才写这本书来劝世。这里讲啊，既然可以拘他的魂魄来淫乱，那当然了，也可以拘他的魂魄来罚他的罪。然则呢，就是所谓错烧冲魔却无所施之说啊，这是地藏经讲的啊，地藏讲那个地狱啊受刑罚的那个情况啊，很多人他不能相信啊，他觉得人死了都没有了，他怎么可能会去受这些处罚呢啊，会去受这些刑罚呢？死了就没有了啊，死了就没有了，那这些刑罚要加在哪里呢啊？那么周万世居士讲啊，我们看到这一段啊，文昌帝君这一段啊，那这种看法的人啊，岂会儿童之见呢？跟那小孩子一样了，不懂事。那么这个青离山神高仪生啊，他拘这个孙迪的女儿啊去的灵魂啊去淫乱，为就是被这个林春啊，就是他旁边的隔壁的林峰啊，他有一个白池龙神所查啊。那么这个白池龙神呢、啊，是一个水神啊，凡是属于龙这一类的，就属于水神。被这个林峰白池啊，这个地方的龙神啊，所发现了。那发现呢，他就向这个帝君呐、啊，文昌帝君来举报啊，来举报。那么鱼沾之啊，这个鱼呢，它爆了之后啊，啊，文昌帝君啊，这个沾就是暗中去观察啊，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情啊，就暗中观察。那观察结果呢，果然有其事，鱼女俱殉。那么两个魂魄呢，帝君就招来啊，问讯了。啊，就是现在呢，这个法院呢、啊，像这个法院呢、啊、去问话了，啊，这个问清楚这个事情，啊，既乎其孤归其魂，女乃书，啊，这个既乎其孤啊，是引用《诗经》的话，说色彼有罪，既乎其孤，若此无罪，古稀已腐。意思啊，就是说，如果真的有罪，那当然要处罚了，啊，既乎其孤就处罚了。若此无罪呢，若没有罪呢，古稀已腐啊，那就放他了，啊，就不给他处罚了，啊，还他清白了。那么帝君啊，以暗中观察，又这两个魂呢、啊？神跟这个孙女的魂啊招来询问啊，结果真有其事啊，真有其事，说既乎其孤啦 啊，那么归其魂呐 啊，归其魂就是啊，这个女的也是，她也是被害的啊，被害的，那就这个魂魄呢，让她回到她的身体。回到身体，女乃书，书就是醒过来了。那么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孙女被这个青离山神高仪生啊，把他的魂魄拘捕之后啊，他这个人就在昏迷状态啊。我们一般讲啊，他的身体啊还在呼吸，
啊，这一口气还在，但是人就是醒不过来，啊，就昏迷状态。啊，这个他魂出去了，啊，人没有死。那么这桩事情啊，我们现在人啊，很多人他不相信。但是这个记载是在周朝那个时候，哇，周朝离我们就两三千年了，啊，那记载这个事情，大家都有疑问了，那到底这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了？啊，那么久的记载会不会记错了？这个事情啊，古代有，啊，现代也有，啊，在04年啊，我们第一次啊，我们净老和尚叫我去日本京都光明寺啊，那么办这个江义子老师的画展，啊，在光明寺办了9天，第一遍相图，啊，办这个画展。那么我们第一天啊，这个之前去准备啊，第一天啊，这个展览展出之后，那第二天我就到东京来讲经了，啊，我想9天啊，我这个可以讲6天啊，那么可以讲这个6天啊，第7天啊，第8天啊，再回到京都。啊，那第9天就圆满了，画展圆满。那么当时啊，我也台湾组一个团啊，很多同修去参加这个画展，那也跟着啊，我到东京。那么那天呢，啊，这个中午啊，这个东京净宗协会那个坂本会长请我吃饭，那因为我们同修啊，他们是团体的。啊，有旅行社安排在另外一个地方吃。那么我们有做这个第一变相图的光碟，啊，那个光碟呢，还有配那个日语的，啊，配那个日语的，在京都光明寺展出9天啊，那个日语第一变相图的光碟啊，也流通了10000多片，啊，很多老师啊带那个学生去看枫叶。都要经过光明寺，啊，都要去看这个画展，啊，流通了10000多片。那么他们有多带一些人到东京来结缘，啊，那天中午啊去一个餐厅，那个餐厅啊，一个老板男的啊是日本人，那个女的老板是台湾人，啊，他们两个合伙，啊，开一个餐厅。啊，他们就去那里吃饭了。啊，吃饭呢，给他们订素斋。那么这个女的老板呢，啊，听说是台湾来的，那就特别亲切了。他说他也是台湾，是台中人。啊，他们听到之后呢，就把这个第一变相图这个光碟啊，给他讲啊，但是呢，结缘呢，啊，不管。马上送给他，怕人家不相信不接受啊，就先问他了，说这个有地义啊，你相不相信，啊，他相信了再给他，不相信了就不敢给他啊，给他他也不要啊。那么我们同修啊这么一问呢，他说我相信啊，他说我自己还亲自去过地义啊，哦，大家听了就哦。那这个你去过地狱啊，那你来讲给我们听一听啊，是怎么地狱怎么一回事啊。他说在20年前啊，他20几岁，那个04年，那个老板娘是40几岁了，一个女众。他20几岁的时候，他说有一天啊，他就忽然昏迷不醒了。
他说躺在床上啊，整整躺一个月，都起不来了。那起不来，他去哪里呢？他的神事啊，他说去参观地狱。他看到地狱啊，那种哦，那个血啊喷出来，非常非常恐怖的。啊，当然啊，我们没有亲自见到了，我们体会不到。啊，但是他讲的啊，是他亲身见到的。啊，他真的看到非常非常恐怖啊。啊，当他很恐怖的时候呢，后面呢有一个手给他拍个肩膀，他说：“你看就好，啊，你不要怕。”啊，后来啊，一个月后呢，他的又还魂了，又醒过来了。他醒过来呢，这个地狱的景象啊，那历历在目啊。啊，这个实在讲啊，说心有余悸都很难形容那种情况。所以他讲啊，他那种苏醒过来啊，人还不是很正常。他说经过半年之后呢，才慢慢恢复正常。啊，所以讲到地狱啊，他说他一定相信啊，自己亲自看过啊。所以我们那个同学那个地狱变相图啊，那光碟哦，全部送给他，那个配日语的啊，给他去跟日本人结缘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也看过很多。这个老板娘啊，我是听同修讲，因为那一天中午我没有去跟他们一起吃完，那个会长啊单独请我去其他的餐厅吃啊。后来我说那老板娘找来，我亲自问他啊。啊，那么问他呢，这个他就给我讲出这个经过了。啊，我们要回到京都啊，他那个送那个盒饭啊，送到那个电车站给我们，然后就跟他问了，啊，证实啊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了，女乃书这个周朝发生的事情，现代还有，啊，可能还更多，啊，只是我们没有遇到，啊，但是听说的就一定有。那这个等于是文昌帝君啊做处理了啊，这个你的魂魄呢回到他的身体就醒过来，恢复正常。那么这个高余生啊，鞭余生背三百触之啊，这个鞭呢，啊，就是鞭刑，用鞭子打高余生。这个青离山神高余生背部啊鞭三百，哦，这个鞭三百是很严重的处罚了。啊，这个鞭刑啊，现在新加坡还有啊，听说三鞭就受不了了。啊，三鞭就受不了，那鞭三百呢，那可能命都保不住了啊。啊，蹴之啊，就是革除山神高余生的职务。得出他的职务啊，就现我们现在讲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在政府单位当官的啊，犯错了就被革职了，被处罚了。我们接着看下面啊这一段，而山下有故，孝子无遗捐。常为父赤血写楞伽经四卷。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而山下有故孝子，啊，就是这个青离山呐，啊，山下有一个过世的，死了，已经死了一个孝子啊，这个孝子啊。名字叫无遗捐，啊，他这个孝子啊，在世的时候啊，常为父赤血楞伽经四卷，啊，这个
孝子无疑间啊，曾经为他的父亲祈福啊，消业障，那么写《楞伽经》四卷啊，这个《楞伽经》啊，在六祖之前啊，也算是禅宗印证的一部主要经典啊，《楞伽经》。后来六祖啊，在《金刚经》开悟啊，后来都用《金刚经》。我们看这个小字啊，观此则阳雄流象，所谓常见佛经之说，亦有记忆。那么这段记载呢，它这个时代是在周朝末年。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呢，佛法正式传到中国是汉明帝，汉朝正式传过来。那么前面我们跟大家有做一个说明啊，就是汉明帝啊，是政府正式的去聘请西域的高僧摩腾祖法兰，把佛经啊、佛像势力啊带到中国啊、中原啊来翻译、来弘扬啊。那么这个时是官方的啊，官方的。那么在这个汉明帝之前啊，实际上是已经有佛经佛法流传到中国了啊，在周朝时代就有流传过来了。那么这个流传过来呢，在这个政府官方的史记里面没有记载啊，只有佛诞生啊周书义记他有记载啊，周书义记啊，周昭王啊那个时候记载的啊，这个在周书我们查得到资料。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啊，就是周书义记啊这个记载啊，佛降生啊，这个4月8号到现在呢是3000多年，好像3020几年。那现在外国的记录方法是2560几年，那这个好像相差大概500多年。那么这桩事情啊，我曾经听黄念祖老居士讲，好像在静修节要报恩谈啊，这里面有讲到这桩事情啊。他说呢，以前啊，这个外国记载这个佛的年代啊，他们用的方法呢可能有出入啊。这个详细啊，大家可以看这听这个静修节要报恩谈。那么黄老啊，他北京的口腔比较重啊，有一些普通话可能大家听不太清楚。现在有人发心了、啊，把它整理成文字啊，看文字再听他讲，那么就知道啊，他讲的内容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观此啊，就是看到《文昌画书》这段记载，是记载周朝末年时代的发生的事情。那可见得呢，说杨雄刘向他们说曾经看过佛经这个说法，那更有根据了，更有根据啊。这个刘向是西元前77年到西元前6年啊，我们现在呢是西元，今天是西元2016啊，这个距离我们现在2000多年啊，是汉高祖的弟弟啊，楚元王刘交，刘交的4世孙啊，汉高祖弟弟楚元王刘交第4代的孙子啊。这是刘向啊，在汉宣帝的时候呢，他担任散骑谏大夫。成帝的时候啊，任光禄大夫，教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啊，所以他会写成这个别类书，是我们中国啊最早分类目录啊，这个他第一个开始做的。那么杨雄是西元前53年到西元后18年啊，是西汉
蜀郡成都人，就四川成都的人。成帝的时候拜为郎，王莽的时候为大夫。教书天禄阁，博通群籍，他的知识非常丰富，这个多是古文奇志。这个古文很奇特的文字他都认识。这个在汉书里面有他的传记，记载他的事迹。那么这个小注给我们举出杨雄、刘向，他们曾经见过佛经。那么寿终三年未有所受，就这个孝子无意间死了三年。但是呢，在这个阴间里面他还没有什么职位，没有职位，一位宝胄代之，那么文昌帝君呢，就向玉皇大帝给他宝胄，宝是保证，胄是秉胄，下对上秉胄，就是推荐。保证这个人可以代替清离山神的职位，向玉皇大帝报告。帝报曰可，那么玉皇大帝的回报说可以，就由这个孝子无余坚来担任清离山神。这个原来这个山神高仪生犯错，被革职了。自是大小之神贤之敬畏。自是就是从那个时候以后在这个地区大小之神大家都知道敬畏了，就不敢乱来了。那么这个一段他这个这一世的做这个三王之神的一个历史公案。下面呢，这个案案就是安世先生他按照这一段公案再给我们补充说明说六天皆有意念，但天福意重则意事意轻耳。山川之神大抵翠福参半者多，愿你居魂离所有也。那么这个专是先生给我们举出佛经上讲的佛经上讲六天这个六天就是异界六层天。我们人间上去第一层是四王天。这个天一天我们人间五百年这个有时差的。四王天再上去就是刀立天。刀立天佛经又叫第四天。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这一层天。那么刀立翻译作三十三天因为它东西南北各个有八个天，当中刀立天主住的，所以合起来叫三十三。那么第三层叫夜魔天第四层叫斗率陀天第三层夜魔天一天人间就两百年第四层天斗率陀天一天人间四百年。那么斗率天这一层天也是凡圣同居的这一天这异界天当中第四层斗率天
有斗率内院，斗率内院呢，就是现在弥勒菩萨呢在那个地方，等待啊56亿7000万年之后，他下降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接释迦牟尼佛后面的一尊佛，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啊，贤节千佛，过去啊我们过年啊，过我们传统民历的新年都要拜三天的三千佛，韩馆长要拜千佛，实际上是3053佛，过去庄严节有1053尊佛，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时期啊叫做贤节，贤节啊就圣贤很多，贤节有1000尊佛，贤节第一尊佛到我们现在是第五尊佛，那么释迦牟尼佛是这个贤节千佛当中才第五尊，那下面就是弥勒佛弥勒佛，那么有1000尊佛这个我们这个是现在贤节1000尊佛，我们现在是在贤节当中，后面还有900多尊佛在这个大劫当中会示现在人间成佛。那么未来星宿劫也1000尊佛那么未来星宿劫1000尊佛，最后一尊佛成佛的是韦陀菩萨示现成佛。那么现在这个我们很多年没拜这个三千佛了因为韩馆长往生之后已经往生18年，今年第19年了已经19年没拜过了现在就记得不是很清楚那以前每一年都会拜一次拜个3000佛一年拜一次所以对这个印象还有一点印象。那么弥勒佛就是在当来下生，弥勒佛就在第四层斗率陀天，现在是候补佛，在那边等待因缘成熟，就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接释迦牟尼佛的衣钵现在迦叶尊者还没有入灭他那个衣钵要交接给弥勒佛听说迦叶佛迦叶尊者在鸡足山在鸡足山，我去鸡足山去过好几次，但是都没看到可能他变一个人普通的人我不认识，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因为我是凡夫所以我不认识但是有人听说有一些感应那么实际上中国这个四大名山菩萨都在那里只是我们凡夫肉眼我们见不到还有其他的名山像迦诺迦尊者这个四川的他也有他的宫殿这个名山宝刹都有活菩萨在印光祖师讲这个浙江这个温州地区雁荡山有500罗汉在那里修行那么再上去就是化乐天再上去就是他化自在天，那么一层天比一层天的寿命加一倍那么我们换算他化自在天一天我们人间800年他一天我们800年，那么这六层天叫做欲界天
这个异界天啊，为什么叫异界呢？它还没有出异界，我们叫三界，异界、色界、无色界，这个叫三界啊。那么三界六道啊，这个三界异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个就是六道的天道啊，天、天人、天道。那么天有28层天啊，就它的层次，六欲天，然后色界是18层，无色界4层啊，这样一共啊28层。那么异界就是还有意念在，还有欲，那色界就没有意念了，这个欲的念头就没有了，他那个禅定的功夫深了，把这个欲啊糊住了，不起现行了。那么天人啊，越高层次的天人，他的意念就越轻，意念就越轻啊，所以高层次的天人啊，他都是化身的啊，化身。这个化身也层次很多啊，这个讲这个生命啊，楞严经讲的详细，我们一般经典讲胎卵湿化、胎生湿生化生啊四种啊，这个楞严讲10种啊，我们前面呢、啊、大概简单跟大家报告过啊，有10身啊，像那个飞禽啊、鸟啊，它能飞到天上啊，它的心想飞举，它就会飞了啊，它的心呢、啊、下沉，它就是飞蛇这一类的。那么六欲天都有意念啊，那么天福欲重则欲事欲轻。天人这个福报呢越重了，他的欲念呢就越轻，越轻他就越高，层次就越高，但是总是还有啊，如果没有他就不在欲界了，他到色界去了啊，这是讲天人。那么山川之神啊，这个天人啊，这个神有天神跟鬼神，这个山川之神啊属于鬼神、鬼道这一类所设啊，天龙八部啊，鬼道这一类所设。那么山川之神呢，他层次没有天人那么高，大抵呢罪福参半者多啊，罪福就是说他有功也有过了啊，不像天人啊层次高啊，他都是一半一半，参半就是一半一半都有啊，他这个意念啊，那当然比天人要重啊，就像我们人间一样。那么夜女拘魂啊，理所有也啊，所以看到这个公案啊，就是他喜欢那个女子啊，拘他的魂魄去淫乱，这个从这个理论上讲啊，是有这个事情的。那么这些都是根据经典里面呢 这个道理来讲的这一桩事情啊，事实啊，所以我们三宝弟子啊，归佛、归法、归僧啊，佛不在了，就以法为主。那么经典有依据，我们就可以相信了。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则啊，公案啊，降世次第啊，降就是降生了啊，世是指示啊，降生在次第这个家里啊，易经曰：与见禽任酷法，市民如草芥，乃徽章奏地，
愿以化身，圆天下于涂炭之中，济失民于和乐之地。奈何地命以夷为次第之，次第子之后，欲因可畏。夷不敢抗。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这一段讲将士次第，这个有一世啊，这个一世啊，啊，有一次他降生到人间这个帝王家了。啊，这文昌帝君啊，他讲了，啊，他当时啊，当这个啊山川之王啊，啊，这个众神之王。当时呢，他看到秦朝啊，那个时代，秦始皇任啊，就是任意啊，使用这个残酷的法律啊。我们如果读过历史啊，就知道了，秦始皇啊，他在诸子百家当中，他采取法家。啊，这个法家就是现在讲的法律，采取法律，而且制定这个法律非常严酷，啊，很残酷的。那么残酷到呢，市民如草芥，啊，就是没有把人民的生命啊当作生命了，啊，好像草芥一样，啊，任意杀人。啊，那么这个文昌帝君看到这种情况啊，乃挥章奏帝。啊，挥章啊，就是他写了一个奏章，啊，就写一篇呢，禀奏上帝啊的文章，啊，也就是自己的发愿，啊，愿以化身啊，圆天下于涂炭之中。济失民以和乐之地，他发了这个愿啊，看到这个秦朝那个时候啊，人民太苦了啊，受到这个秦朝啊这种酷法啊，受这个酷法的这个摧残啊，实在是太痛苦啊，这个好像在水深火热当中啊。文昌帝君啊，看到这种情况啊，写了一篇奏章啊。奏给上帝啊，他发愿呢，要以这个化身啊，变化了化身啊，来援救天下于涂炭之中啊。这个涂炭呢，啊，就是水深火热啊，形容啊，好像被水淹、被火烧，啊，那种惨状啊。希望啊，鸡就是登上去啊。把这个人民啊带到啊和乐啊，就是安和乐利之地啊，这个是为拯救人民于苦难之中、水深火热之中啊，花了这个愿。下面讲呢，奈何地命啊，以夷为次第之后啊，奈何就是他当时就要下来了。但是呢，这个上帝啊，玉皇大帝啊，他的一个命令说，你是次第子之后啊，这个次第子啊，次第啊就是汉高祖刘邦啊，叫次第。那次第子就是上帝给他讲，你应该呢去做这个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啊，汉，所以叫次第子之后啊，你是他的后代，欲因可畏，已不敢抗。就玉皇大帝啊，他讲出来的话呢，这个音声啊，他的命令啊，
可敬可畏啊，他就不敢反抗了，不敢反抗。那么而就是一下子有九天见身大神，这个见身就监督啊去投身的大神，逼以受身，就是逼，就是逼迫他要去投胎到汉高祖他们这个贵族的家庭，逼他去受身，于云霄间下世人间呢、见佛前之后宫阙鼎新。那么他逼他下身呢、从这个云霄间下来啊，看到人间这个人间呢、佛前呢、就是火烧秦都咸阳城这个秦朝这个都城被烧了烧了之后这个宫阙又鼎新又焕然一新重新修造过了所以这个宫城就是焕然一新了他看到这个景象。那么汉帝方以七机物语见身未移曰此即次第子也。这个汉高祖这个皇帝刚好跟这个七机在一起了物语在一起。那么这个见身大神就给文昌帝君讲此即次第子也。说你下去投胎你就是他的儿子了。以众目间为见身所起。众目就是一转眼之间这个见身大神就把他挤下去了。那么我们看小字此即中阴生矣帝君特为之耳。这个时候还没有投身这个当中就是中阴生。我们人死了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一神是离开我们这个身体还没有到六道任何一道去投胎这个阶段在经典上讲四十九天这个身体属于中阴身。帝君特为之耳那文昌帝君呢不知道这个时候呢他的身是中阴身。说堕于地侧屈居之怀这个屈居又叫屈夫人那么是西元前221年到194年是山东定陶这个地方的人他后来是赵王刘如意的生母这个屈居是汉高祖刘邦的他的宠妃啦他的宠妃那么屈居呢是跟这个历史根据历史的记载他长得国色天香所以这个汉高祖特别的宠爱他特别宠爱他那我们先看这个堕于地侧屈居之怀这个屈居还有一段很惨的历史公案我们先看这个小字那么这个说文昌帝君就被这个见身大神把他挤挤下去了挤下去呢就堕在地侧这个汉高祖旁边屈居的
怀就是他的肚子里面了，啊，身世啊就投胎了。我们看这个小字啊，凡人脱身必见父母会合。那么凡夫这个人啊，脱身啊，要降生到人间啊，那这个神识啊，他必定啊先见到父母啊，再会合。若是男胎呢，一父生嗔，一母生爱。若是女胎凡子啊，如果来投胎呢是男胎啊，男胎呢他对父亲啊生嗔恨心啊，对母亲呢、啊、生爱心啊，但是这个嗔爱啊，这个爱心呢、啊、不是那个，就是贪爱啊，贪嗔。若是女胎凡子啊，如果是女胎呢，对母生嗔，对父生爱，就反过来啊，这是根据佛经的记载。至于南州生三州，三州生南州，人间生天上，天上生人间，善道生恶道，恶道生善道，各有形象，详载藏经，不能具述。啊，这个南州啊，就是讲我们南赡部洲啊，我们现在是娑婆世界阎浮提南赡部洲啊，这个我们啊做法会啊，这个书文啊后面有写啊，一世天下南赡部洲，我们这个地球属于南赡部洲。那么一个部洲就很多很多星球了，那么这个三洲都有人道啊，都有人道。现在有人发现说太空啊，不是太空人啊，是外星人，外星人也有他的科技，他的交通工具飞碟。那么根据佛经的记载啊，如果真正的天人啊，他不用工具，不用这种机械的飞行工具了，他不需要。啊，像这个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福报的，所以转轮圣王他有轮宝，轮宝这个机械的啊，这个交通工具。那如果真正的天人呢，他不需要这些交通工具，他有神通了，不需要借用这个。那鬼神他也不需要。那我们人间啊，这个胎生的人，这个身体啊，执爱，他需要。啊，这个南赡部洲生三洲，三洲就是我们南赡部洲往生到其他三洲，往生到北俱泸州啊。那么四大部洲啊，一世天下啊，四大部洲北俱泸州的人，他福报最大啊，跟我们是同属于人道啊，有父母啊。那么北俱泸州的人啊，这个寿命平均1000岁，衣食也是自然的。啊，失一得一，失时得时，他很快乐，物质生活他不会缺乏的，啊，也不要拼命去工作什么的，所以他觉得非常快乐。那北俱泸州呢，没有佛法，因为他太快乐了。那佛法呢，去那边讲啊，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我这个现在这么快乐了，我还学什么佛呢？啊，但是他不知道啊，他寿命有限，寿命终了啊，他的福报也就没了。究竟啊，就像天人啊，他有五衰相限，那天福享尽就要往下再堕落啊，要受轮回之苦。那么再来就是西牛贺州、东胜神州啊，那么这个两州的人啊，后面这个文昌帝君主后面这个会有讲到
人长的形状，它的头型跟我们南赡部洲不一样，我们南赡部洲比较像地球这样圆圆的这个都属于人道，四大部洲都属于人道但是呢，那三洲的人我们南赡部洲见不到。有一次我到西班牙去十八年前去西班牙那边同修跟我讨论一个问题他们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到处大大小小都是教堂大教堂小教堂。那么他们有疑问说耶稣今天是耶稣今天我们现在过的这个年是耶稣的年以他降生那一年算起的2016他说他没有这个圣母没有结婚他那个从他这个这个幼学生出来我们这个看佛陀也是从幼学生出来他说大家都现在科学这个怎么可能呢人都是要从母亲胞胎出来的嘛。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天人他们都是这样化身出来的。如果他们读了佛经他这些疑惑也就不存在了。那如果不读佛经呢他怎么去想他都想不通。但其实不是这桩事情他想不通。不要说这桩事情这个讲到神我们这个很难理解的我们现在就是说你看到的你现在眼睛能看到的很多事情你都很难理解了。如果没有佛经佛给我们说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比如说鸟它长两只翅膀可以飞起来它还不用加汽油它也不要什么引擎不要什么电路它就能飞啦。那你想一想我们人还不如鸟你科学家还不如鸟鸟它不用它不用那么麻烦那个制造那么多那时候一架飞机多少零件那它怎么能飞那科学家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前面十声佛就很简单就跟我们说心想挥举它就能挥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些经典理论你明白了你对世间这现象你就越来越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了那么这个堕到七机这个知怀这个小智这个讲到三洲互相往生三洲生南洲这个互相往生还有人间生天上天上生人间善道生恶道恶道生善道各有他身相他出生的一个形象状况都不一样那详细的都在大藏经里面那我们人间像这个入胎经出胎经佛都讲得很清楚现在科学家如果他看到佛经他会很惊讶以前有没有 X 光那佛怎么会讲得那么清楚讲得比科学家还清楚佛他不需要借用这些科技的工具他有天眼洞视天眼洞视就可以看透你人的身体看透墙壁我们念无量寿经不是常念到天眼洞视天耳彻听吗我们往生到西方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了那么恍然而觉恍然就是忽然他
醒过来了。啊，地已与神骨相似，举动不凡，慎重爱语。啊，这个汉高祖啊，刘邦啊，他生了这个儿子，而且又是他最宠爱这个姬啊生的，那生个儿子啊，又跟他很像，啊。举止动作呢都不平凡，非常钟爱，慎重爱语啊，非常钟爱啊。晚年呢、啊，欲以夷为太子，因为这个汉高祖啊，他还有一个第一个太太李后，李治，啊，李后，啊，李后呢，他有儿子，啊，他有个儿子，啊，那么是大老婆生的啊，大的儿子，啊，照过去这个时代啊，就是国用大臣啊，家用长子啊。当然他这个按照这个顺序是要把这立太子要立太子。那么李后生的这个儿子当然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了。但是后来呢，这个戚姬啊生的这个儿子啊，这个汉高祖更欣赏这个儿子。就是很想啊，这个把这个太子啊换过来啊，很想把这个太子换过来。那后来呢，也没有换过来啊，既不果啊，不果就是没有换过来。帝万岁后啊，就是汉高祖啊。啊，这个皇帝啊死了以后，那个万岁就是死了以后了。啊，这个万岁是一个好像一个啊，期望一个祝福了啊，活到一万岁啊。以前就是称皇帝啊，叫万岁万岁万万岁啊。那哪一个皇帝活到万岁啊？活到一百岁的都没有。啊，那是一个祝福，所以这个万岁后，也就是他死了之后了，卒为李氏所杀。啊，卒就是很快了，被这个皇后啊李氏啊所杀害了。啊，这个详细记载在这个《史记》里面。啊，那个时候他才12岁就被杀了。啊，他的母亲啊，姨母之死啊，尤被酷毒。啊，他的母亲死了更惨。啊，这个历史公案啊，也需要说明一下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周安世先生他的一个讲评啊，一个评语啊，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啊。我们这一段先把它念完啊，这个下午啊再来说明这一段公案啊。犹被酷毒啊，死得更惨。须知张良嗜好，素身亦必有怨啊。这个嗜好啊，是秦末的商山四个老人啊，这个名啊叫果园公、陆李先生啊。这个陆啊，就是我们作用啊，用处的用啊，左边上再加一点，加一个角啊。这个那一天到常州，回到上海啊，我在车上看到那江苏有个地名叫好像陆李还是什么，啊，就问秦机师说那个字怎么念，他说念陆啊。
啊，陆里先生，齐礼记还有夏房公，啊，他们都八十几岁了，须眉皆白，啊，胡须跟头发都白了，啊，所以呢，称他们四三三四号，号就是头发胡须都白了，啊，是个老人。那么这个汉惠帝啊，这个汉高祖刘邦死了之后呢，传位就给他的儿子汉惠帝，就是李后生的这个儿子惠帝。那惠帝呢，年纪轻，软弱，啊，大多的事情啊，都是李后在决定的，啊，所以惠帝啊也很年轻就死了，啊，后来李后啊他就临朝称制，就变成了他在管了，所以这个当时啊汉高祖啊非常宠爱这个妻姬啊，那么他们母子就惨了啊，被害死，那这个禹申晏之美食率然啊，申晏之啊就是非常怨恨，所以啊，美美师呢，率然就是大蛇的一个名称，啊，在常山这个地方的蛇，啊，那么这个蛇呢，你攻击它的头部，它的尾巴就回击，啊，攻击，它的尾部，啊，它的头就回击，啊，如果攻击它的中间啊，它首尾都回击。所以这个蛇很厉害啊，那么他就看到他母亲这么惨死，自己也被杀死啊，他就起深怨之心，这个怨恨啊那不是一般的怨恨，太深刻的怨了啊，都常常想啊要变一条大蛇啊，把所有姓李的啊通通吃掉啊，所以尽吞诸礼而后已，后果化石可见一切唯心造矣。后来果然变成一条大蛇。那这个跟佛经讲的一切唯心造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果然没错，就是这样。好，现在这一节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午啊。这一段没有讲完，我们接着下午再来讲解。好，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